们知道2017年的世界运动会是第十届的世界运动会，有这样一个世界运动会，每四年呢给我们一次机会，让全世界顶尖的好手在这个世运会场上能够一较高下，我们代表团能够旗开得胜之外，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帮我们代表团加油，希望我们每一位出国比赛的顶尖选手都能够把你们的表现全力的发挥出来。2009年高雄就已经曾经举办过第八届的世界运动会，那么这一次今年7月20号到30号在波兰，我们一共会派出来有67位选手来参加各项的比赛，我们在这14项上都要跟全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来痛场交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展现及表现我们自己的实力。这么多年的准备也就是为了7月20号到30号的这一刻，要在我们世界运动会的大舞台上能够发光发热。教练跟选手的配合要能够配合无间，那教练和选手的配合的环境就是靠我们代表团出去的所有的工作同仁、行政同仁一起要帮忙，一切努力都是要让我们选手能够在竞技场上做最好的表现，能够得到最好的条件，能够充分的超越自我，做最好的准备。这些方面的后勤服务也要拜托我们代表团及体育，我们体育署都能够做最好的及时的反应和服务，让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得到奖牌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呢，能够在表现的过程中间能够把自己最强的实力能够实现，这个才是运动的过程。想好好的享受我们这样一个比赛，在世界级的运动会场上我们这样一个比赛进行顶尖的对决。最后我也为我们代表团加油，为台湾加油，谢谢大家，谢谢。